咱今仔为着咱家己的权益吼，勇敢跳出来，来争取咱家己的权益。咱今仔日为着这个钓鱼场吼，啊，争取着咱这边的大家呢，啊，欢迎支持，我来遮做一个抗议。但是呢，这段期间来，咱唔知影讲中央政府到底对这个代志有规交咱的县政府，还是公所，有过啥物协调的无？咱拢唔知影。伫六月三十，咱的乡亲雄雄接到讲要来开公听会，乡亲大家拢感觉真错愕啦。今仔咱反对就是讲哦，希望讲政府呢会当从这调度场咱来往南移啦，哦，刷去南靖辉那站遐，哦，遐哦，互咱的乡亲大家损失较少咧。要将咱农地甲征，也落征收去。因为政府有诶，像即个征收伊有通过，要征收土地，爱优，也咧优先先公地征收，再来征收咱诶农民间地。啊，为将咱诶农地现收时，一年一年减少，啊来征收咱诶农地，使咱农民生活受影响。啊，所以阵咱反对伊诶阵。爱这个调度场爱南移去台中地。